开始，一个男人站在海边手淫，5分钟后，观众们都会认为这是部毛片儿。结果他嘣儿把鸡巴拔掉了，从里边爬出两只小动物来，观众们都会认为这是部科幻片儿。 镜头拉开，有50000个像我一样的男人站在海边上手淫，观众们就都会认为这是部艺术片。傻逼，春儿，兄弟，美国是在那边吗？ 那边是日本吧？哎，护照给我看看。亏他妈一傻逼美国签证，让你丫等了鸡巴半年多，我操的嘞！昨天晚上国安队输了还是赢了？操，别提了，一提全是泪。这帮大傻逼又你妈逼输了，操！ 走吧。
你还真跟你媳妇儿带瓶臭豆腐去？嗨，你川不就是好这口吗？去了两年多了，美国也没这个卖。到了美国机场，人家让你开瓶检查，你再解释不清楚。 人家非以为你丫是带了什么新型的化学武器去偷袭本土的呢！操！反正丫那千重关是把我给得罪了。长那么大就没见过长那么丑的美籍华人。周末，老在那个三里屯的蛋混。我要不是订好了机票，我下周末非得去闷鸭子。临走的时候抱他丫一个。哼，靠谱。 问你个事儿，说。你俩两年多不打炮，什么感觉？想知道吗？想知道。哎，孙子，你丫为什么对我的私生活那么感兴趣？我操，我是你兄弟啊！我不关心你，谁关心你啊？你丫这到了美国，光来个精尽人亡。 我操！我哪找你啊？强，嗯，你丫给烟头扔了。怎么了？给烟扔了。怎么了？操！你丫扔了。扔烟干嘛？操！我告诉你丫呢啊。
再让我八戒吃烟屁，操，跟你家急了，真急了啊！我是这人吗？操，东西呢？这。我操！这是谁啊？我们家悟空。等等，哎，姑娘，帮个忙。一二三，天啊！还来吗？一二。啊，飞云南大理的，你叫张扬啊，别忘了。你呢？叫什么呀？林海滨。早上瞧你家那操，你哥乐一个。钱就这么多啊，你还别瞎造啊。哥，我要想你怎么办？兄弟，明年的今天，曼谷希尔顿酒店，我死当你们丫的。我和丽春请你们吃大餐，你们丫可别不来啊！哎。看我一眼，好好看我一眼。知道吗，兄弟？你啊，今天早上在海滩上，头上顶着一堆草啊，还真挺他妈性感的。哎，你说我要亲你啊一口，你不会觉得我是同性恋吗？亲一口，嗯。
过来亲一口。嗯。牙怂了吧？呼我，让我登机前给他打一电话。哎，这附近有公用电话吧？没有。那你帮我找一下。不帮。你停一下。我停。就这么一个弱点，你丫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丫就是一逼奴，那叫逼奴的兄弟。逼奴兄弟，哎，就一电话的事儿，三分钟，我他妈的打完就走，就三分钟，打。你丫等我十分钟。多一秒都别等，你走你的，咱们机场见。你大爷，这逼奴，傻逼子！上学的也走啦，上班的走吗？打美国，交200块钱押金，一分钟17呢。记住啊，一分钟17。本场演出，报幕有。那声能关小点。全由本赖太婆一人担。希望能中一万。通了吗？喂，亲爱的。现在正围着你送给我的绿围脖奔机场呢，还有10个小时咱们就见面了。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？想我了？我不能去接你了。没事没事，反正我有你们家地址，到时候我一下了飞机我打车去你家啊。我已经搬家了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等我到了以后，咱们租一个能看着大海的地方。你等会儿啊，你说吧，怎么了？我搬家，是因为我要和别人住在一起。你说，你让我死也死不明白，行吗？你把话说明白了，说的越直接越好。谢谢你啊，丽珠。谢谢你直接告诉我。
知道吗？昨天你妈让我给你带的是什么呀？是你最爱吃的臭豆腐。哎，你跟那人在一块儿好吗？现在我们不谈这些好吗？我操你妈！我们他妈的现在不谈这个，谈什么呀？你说，你他妈说呀，我听着呢。也就是说，你就再也不想看见我了。现在是不想见你。春节我回北京，我们现在别把事情摊开了好吗？我知道了，李硕。我觉得我的心特别特别的疼。你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为什么呀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朋友，你别哭了好吗？我没事儿，您哭我心里边特难受。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你等会儿。有些人一辈子都闹不明白，我爱你还来不及呢，我干嘛要恨？只要你幸福就行了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就高兴了。这儿不让停车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你还停，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我哥们家出了点事儿，正打电话联系呢，瞒着你。您开个面。面儿？你在我这儿没面儿。压急眼呗。不要烂脸一张。不想走是不是？要不你跟我走一趟？电话对我特别重要，我现在身上没钱，您信我一次行吗？我一哥们开一辆桑塔纳就到外边了，您去取一趟行吗？行吗？行，我信你的。喂，还在吗？我在这儿。你过得好吗？你怎么骗人呢？挂了。怎么了？外边哪有什么桑塔纳呀？挂了吧！我打完这电话行吗？不行。有电话，我要是非打不可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还非打不可？我看你非早打不可！挂了！六了！啊！再叫！再叫！管好你自己啊！再见。李川，
我爱过你，永远都爱你。欠你多少钱？不差。到底多少钱？一共是527.9，我刚才给了400，还剩127.9。我去了机场，没看见你说的那个人。几乎三遍，75985，75988，内容同样。别等我了，明天见。没想到咱俩死一块儿。我觉得生命挺值得留恋。大姐，该咱们了。跟梁明说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大声点，别开枪，跟他们俩说别开枪。我他妈要一辆车，我要去机场。哎，兄弟，把枪放下！我操你妈！你他妈给不给我车？别喊，再喊我打死你！哎，兄弟，把枪放下，咱俩聊聊。不放是吧？我他妈放下。我陪你玩，看着。
放下了啊！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求求你了！看着，我他妈没带枪！求求你了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大兄弟啊，我他妈陪你玩。大姐，就是难为你了。大兄弟啊，你放了我吧，我儿子在对面楼上看着我呢，求求你了。他妈欺负女的，你没用，你他妈不牛逼。行，我听你的，我把他放了。你过来，牛逼兄弟，好样的。慢点，兄弟，你听哥的，这儿他妈我说了算，咱把枪放下好吗？啊，我正要一辆车，我要去机场。车我给不了你，我能答应你的就一件事，咱把枪放下，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好吗？慢点，我不着急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吧。我数到三，你要是能够给我正确的答案，我就把枪给你。只要是我职权范围内的，我都能答应。听好了。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爱情吗？我操，爱情不就两人好吗？一就在嘴边，让你挨一顶我他妈给忘了。二谁唬你？我老婆。唬你干嘛呀？她说今晚上不回家吃饭。现在轮到我来告诉你点什么。有一对相爱的人，他们去爬山，爬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在前面的那男的发现他选错了路，他们离老鹰的窝太近了，老鹰认为他们是来偷东西的猎人，于是那男的遭到了进攻，他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手一松，身体开始滑落，他大声喊着自己爱人的名字，告诉他说我爱你。在后边那女的一看也急了，她也同样喊着我爱你，然后抱着自己的男人，两个人一块儿掉进了万丈深渊。这他妈才是爱情呢。
我一直以为我也有这样的爱情。但是就在刚才，他没了。我操，兄弟，你要是为情所困啊，不就是爱吗？人这一辈子要爱爱好几回呢。操！我相信真爱只有一次。你把枪给我放下！你要为这事儿去死不值。爱都不怕，还会怕死吗？我要是真爱过，我就不会投降。除了打美国长途，还打别的了吗？没打。那后来这窗户谁打的？啊，那个是我打的，我给我老公打，让我老公接孩子。趴过去。可以点疼啊，忍着点。什么感觉？嗯？有炙热的感觉吗？有射精的感觉吗？好像有点。哎，听说你们局里头犯人进去也做这样的检查。是怕夹带什么违法的东西，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啊？我们叫通贵。你的前列腺没有问题。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男性，特别是中年男性啊，您今年40。现代人呢，生活节奏太快，生活压力太大，再加上空气污染呢。食物中的这化学剂又多，啊，所以呢，会造成男人在各个方面呢，都会有问题，啊，但是反应不一样。比方说吧，勃起的强度不够，勃起的时间不长，性欲减退，啊，严重的呢，甚至无法进入女性的体内呢，就射精，我们称之为早泄。我知道，作为男人听到这些话都会急，我都理解。但是问题急没有用啊，关键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。在生活中呢，要去勇敢的去面对那些别人。停！你妈逼！就说我怎么了？鞋不错。你的勃起硬度不够，性交时间很短，但是你的器官看起来没有问题，由此我判定你具有明显的早泄倾向。怎么办？啊，
可以辅助一些药物，再就是夫妻的行房事的时候，看一些录像什么的。可我为什么肿了？啊，很遗憾，上次李大夫给你开的那些药，你的身体就有明显的过敏倾向。美国的一个药厂呢，刚刚研制了一种新药，通过了 FDA 的认证，所以说你还是有希望的。哎，就你看我这在男人里边算大算小的？啊，那要看每个人的勃起程度了，不一样的。不过我估计跟你的身高差不多，应该是中等身材。你丫为这事儿去死不值，爱都不怕，还会怕死吗？比方说，啊，勃起的强度不够，勃起的时间太短，快赶紧退。小勇，加油三下！哎，我俩给你手。
二四零的朋友不也说了吗？生活里总要有需要面对决策的事情，浪漫当然很好，但是在浪漫过后，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。选择是什么？因为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。二三七零的朋友也说，当你爱的人不爱你的时候，夜晚也许是最让人感到惶恐的，而只有受过伤害的人才会更加懂得珍惜，懂得。你干嘛跟我在一块儿啊？爱一个人真的是挺难的，而爱一个不再爱你的人更难。喜欢你呗。放弃吗？一见你我就想操你。快要毕业了，看见校园里成双成对的学弟学妹，就这样，想起了曾经的两人，有点为他们担心，但是也过来祝福，因为相信他们应该会比我强一些吧。我警告你啊，你敢咬我跟你急。但是也想对大家说，浪漫的爱情需要的是现实空气里的呼吸。其实一直都挺欣赏这样的一种爱情，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惊天动地，有的是那种像流水一样绵绵不断的感觉，没有太多的海誓山盟花前月下，有的是那种相对无言眼波如流的默契。我想这就是一种执子之手。在陌生的人群当中，在云梯和爬墙之间，你大爷的，你他妈怎么老跟动物似的呀？你不是就想干我吗？总会有一双属于你的双手，他们紧紧地握住你，并且陪你走过所有的阴天和所有的艳阳天，直到一生。就想干你了。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穷游极速的一见钟情，也没有那么多甜蜜的催人泪下、痛苦的山崩地裂的爱情故事，对吗？有的更多的其实就是一种简简单单、平平淡淡的相依一味的。在这样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扮演的是那些平平凡凡的、风风火火的普通人，即使呢，总得了珍惜，总得了去珍惜迎面而来的那个珍惜。骑上来。我想，这样的一种爱情，可能不是一见钟情，最初就会像陌生一样擦身而过，然后呢，像最平凡的朋友一样，见面只打一声招呼，笑一笑，然后远去。之后有一天，把这给我带。暮色当中，或是在一种很特别的氛围当中，你忽然发现它的背景竟然如此的让你心动。一种让你心疼的怜惜就这样不经意地撞中了你，这时候你不知不觉地习惯了这个擦身而过的他走入到你的生命，于是呢，你们开始了一段美丽的爱情。我想爱情都是美丽的，对吗？虽然或许并不动人，但是一定都是美丽的，或者是很平凡吧。你不是想干吗？书亭曾经描绘过这样的一种风景，在大街上，一个安闲的老妇人和一个从容的老人微笑着，从不同的方向面对面的走近，然后呢是微笑着，鼻尖顶着鼻尖的站着，双手紧紧地系在一起。动啊！夕阳西下的阳光把他们的头发和笑容染成了一片暖暖的黄色，身旁的人被他们的幸福染成了一片温暖。这样的一种感觉都是我们都最憧憬的，对吧？也许起初你还在怀念这样的一种爱情，因为它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完美、那么坚决、那么浪漫。时间久了，那种淡淡的感觉没有办法使人们大悲。最后一个意思，干死你！今天表现的还不错吧？去哪？我跟你说真的呢，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分手就不能得自得了，就还有下一次，尤其是像咱俩这个关系。咱俩什么关系啊？你不会爱上我了吧？你爱我吗？
你觉着呢？睡吧。我今儿早上去医院出来，又出了趟任务。有一厨当着我面把自己捞了，你猜他临死前问我一个什么问题？什么是爱情？我想要。说你爱我，说你爱我。
想了很长时间了吧？你不觉得这两年咱们俩在一块儿过得挺压抑的？压抑？你不就性压抑吗？我有人了。说，谁呀？不说了是吧？我不说我也知道是谁。杀了他。你觉得有劲吗？谁给我戴绿帽子，我杀了去。你去。真可怜。我不就不能满足你吗？真那么深啊？别的药跟这药没法比，这种药有效率能够达到97%以上。那这一次，你说我是97呢，还是那3？进来。老板好。姑娘，听着，我可不是来嫖的。老板，你进了这儿就是客人，你需要什么服务，尽管说吧。都给我带上。你这老板还真是挺有意思的。老板，其实我功夫很好的，你要不要跟舒服一点的，我也可以多挣点啊。不要。小梅，生日快乐。哎，你看这么着，待会儿啊咱们找个地儿搓一顿，完了呢你把孩子送到姥姥家，接着晚上咱俩看你。为什么？今儿我生日嘛，我今儿看一下房。干嘛呀？你新娘又来了。今儿你不生日嘛，我想咱俩庆祝庆祝。庆祝什么呀？我今天晚上已经安排好了。儿子，自个儿能下来吗？
你家蛋糕多大了？14寸。我10寸。你家花多少朵？18朵。我10朵。你今儿跟谁过生日？一个朋友。我能问问吗？谁？您太太。谁？您太太。你妈逼，你说话大点声。您太太。我太太谁？王梅。谁？王梅。操你妈！我太太是谁？你太太是王梅。王梅是谁？是你太太。我太太是谁？你太太是王梅。王梅，王梅，我操你妈！转过来。把裤子脱了，让我看看你鸡巴。撩起来。你睡过的女人说你大吗？还行。我操！我只说一遍，回答没有中间状态，听清了吗，猛男？大。穿什么？坐下，我们接着聊。你说男人被戴绿帽子挺怂逼的，哪儿的话？其实我挺想你，可他妈
我又怕见你。怕死吗？怕。怕是吗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刑警，我不怕死。谁给我戴绿帽子，我弄死谁。你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谁先主动的？也谈不上谁先主动，是你？不是。那么说是他了？也不是。这么说你们一拍即合？可以这么说吧。你一晚上干他几次？五次。我老婆她叫床吗？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，你这根本就是不公平。公平？摸着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不知道是吧？他没你的大，他有病。公平，要说公平，这个世界干脆按鸡巴大小排队得了。我不想再猜了，我他妈累。你今儿必须告诉我真相，知道吗？我老婆她骚吗？骚。你干的时候她流的多吗？多。你干过他肛门吗？他舔过你鸡巴吗？舔过。你爱他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他妈一晚上干他五次，你不知道爱不爱他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他爱你吗？问你一个问题吧，你知道
你知道你老婆爱不爱你？你知道吗？你跟她结婚十几年了。这么说吧，你爱她吗？别他妈给我兜弯子！我今儿来找你，就是要你告诉我真相的。等你回答完我以后，我再告诉你我爱不爱他。你要配合，我会告诉你的。你们第一次在哪儿？就在这儿。哪儿？就你刚才坐的那个长凳。我儿子呢？洗澡呢。你就用这只手摸完我老婆，再摸我儿子是吗？我记不清了。我好久没有见我老婆高兴了。今儿我老婆生日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儿明堂堂正正当了爸，没法说。我去找了个鸡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新药，我发现我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能坚持半个小时。我想让我老婆高兴一下。我们13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公园约我老婆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他妈约不出来。他告诉我他约的是你，我他妈能舒服吗？13年了，我孩子都7岁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让你他妈给我搅了，你知道吗？王八操的！你能答应我一个问题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上上有谁。you
生日快乐。你干嘛呀？不干嘛。那你干嘛老看我？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生日礼物呢。给我呀。站起来。喜欢吗？你怎么这么色呀？我就这么色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。哎呦，我的头！你撞死我了！要你。告诉你别动。你要是真的感动，我现在就走。爱我吗？宝贝儿，那你们这儿最近的超市在哪儿啊？最近的超市就在这儿。哎
不用了，你在那待会儿，我这就回来。没不高兴吗？没不高兴。真的没。真的。爸回去。等着我。快去快回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晚了没睡啊？对呀。妈妈今儿不过生日吗？啊。爸爸给妈妈变魔术了，没变好，把爸爸变进来。想让爸爸出来吗？想。那好，变。我数到三，再睁眼啊。哎，别睁开。好，一，二，你还爱我吗？我不知道。
老板，你都好几天没来看我了，有没有想我呀？你这手都受伤了，今儿就不能看手表了吧？我们一会儿还是用两个吗？嗯？待会儿干的时候。